这一头接触开关是我们制品定常的一个接触开关。安装的时候，把这个螺母拧开，这个垫片一定要一边各一个，从那个孔上面翻过去就可以。 安装的时候，这个接触开关一定要接触的贴到这个板面上面，然后这个一定要给它拧紧、固定紧。我们把这个接触开关固定好以后，我们这个线是在这个杆子上面，一定要给它绑好，防止它那个被制品顶到了或者夹断了。